妈红嘴鸳鸯都绑啊。伊时阵上喜欢的，嘛是真正是放风吹。像爸爸的歌声需要，愈来愈无伊的时阵，嘛愈来愈无法度陪伴，无法度陪我出去佚佗。我嘛唔知影。
我真正做心肝，等迄个时阵，该当牵着爸爸的手，我爸爸一直一直牵着我的手，陪我向前行每一步。无快，你哪敢到底来？哦，爱就讲要去
哎呦，伊拢去需要甲你斗帮忙哦。哎呀，哦，啊，你今仔日来遮有买啥？我要甲两个囡仔看一寡物件。哦，啊，无咱做下去见啊。好啦，好，来来来，咱家己。哦，啊好，啊你也来遮了福啊。哦，啊，今仔遮了福拍折啦，我要来甲俺买一件长裤，你来甲我搭肩，好无？哦，讲到恁翁吼，够好个啦！日时吼，咱陪去做生理，啊，下晡时啊吼，搁带阿峰做伙去运动，哇，真正足疼你个啦！真正是体贴个。哎呦，哎，家乐福吼，周年庆特拍折啦！哦，所以要多收个。哎呦，但是阮做伙来买啦，做伙来买啦，是啊，哎，玉兰呢？每个人珍惜。
爱我的家，首先咱在座不仅仅是咱老咱这个上帝修出来的家庭，安尼其实咱是咱自己家，起码上帝的护照，可咱家就是一个上帝的家庭，信仰教会就是咱第二个主上帝的家庭，安尼天父伊卖陪伴咱一个真好个天的作家，起码是真水的处理啊，所以咱有些人。你若食做一个有信仰的人，伊就食做有三个家庭，咱家庭家庭、上帝家庭、甲天父的家庭。信靠耶稣，相信耶稣，他就得到上帝的祝福，因为耶稣的疼，伊甲咱个人是上帝的来宾，真是的福。
一万一千当中上大的礼物就是一万主耶稣。今日咱有看见有侪侪爸爸来到咱的教会，做伙听见上帝福音，也愿上帝的听永远惦伫咱的心内。透过潘茂良老师，透过种子音乐侍奉团，都予咱真水的歌声，予咱搁一摆来思考咱甲咱爸爸的关系。有时咱会埋怨讲爸爸，他也无遐尼较侪时间陪我。有时咱会想，我应该爱用较侪时间来陪咱的子女。因为伊成长的过程非常的紧，一万年久就过去。来，愿上帝将今仔日的感动放伫咱的心内，搁较陪伴咱厝边的人。愿上帝祝福咱，一时咱做伙三个阿头来祈祷。亲爱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带领我伫这个时刻来到主你的面前，来领受主你的福气。也愿上帝你的恩典、疼痛继续充满伫我的家庭当中。予我会当手牵手、心连心，建立上帝你基督化的家庭，也愿上帝赏赐快乐，伫爸爸、伫妈妈、伫每一个子女当中，时常用感恩、用和乐来到上帝你的面前，三加入约。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尊名求。阿门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上帝疼痛、圣神的相当，永远甲咱三加同在。这时我们做伙来唱《爱我们的家》，在这个歌声的当中，我们送给我们每一个爸爸一个礼物，请我们在座的爸爸可以起立，请我们的爸爸可以起立，我们请我们的种子音乐侍奉团，我们的千莲，我们的小千来送我们爸爸的礼物。爸爸请起立，让我们把我们的爸爸给他看好了。爸爸辛苦了，爸爸辛苦了。